这边看到的是不是台湾首富郭台铭的一家人了？看起来是了哦，看起来是了。再给他哈罗，终于他都出手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出手就命中。哇，其实他在中距离的状况，上一场球赛就表现得非常的好啊，第一个球拿到就直接命中。馆长哈也穿了云豹今年呢他们的口号 T 啊。加油！我们出去是有助力领先。好，这边看到的是不是台湾首富郭台铭的一家人啊？看起来是了哦，看起来是了。连郭董都来看对好比赛。那另外，基本上今天就是很多全明星的伙伴们一起来，房子啊、楼中、安安、新阳。我弟新体对他们都有来，我昨天也有来看，我们昨天也有看第一场，我觉得这个剧本是很难写出来的，我觉得很开心我能够在台湾看到一场这么棒的比赛。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篮球，然后这一次我觉得很谢谢桃园云豹邀请到现役 NBA 的球星来，让台湾的球迷大饱眼福，然后也让台湾的篮球圈更丰富，对，然后今天就蛮开心能够一起来的。然后基本上今天就是很多全明星的伙伴们一起来，房子啊、楼中、安安、新阳、我弟、新体对他们都有来，我昨天也有来看，我们昨天也有看第一场，我觉得这个剧本是很难写出来的，我觉得很开心我能够在台湾看到一场这么棒的比赛。当初是一瞬间就是点进去就不行，我们是用一只手机一台电脑，然后应该是两只手机一个电脑，然后都想不太到，应该说其实昨天我们就来这边看了，对，连两天，然后昨天看他下半场的大爆发，那也很期待说他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更厉害的表现这样子。对，把握好他平常的水准就可以了，因为他本来的水准是 NBA 的，对吧、啊、就是他来台湾应该水准一定比我们高，我觉得他保持住他平常的水准应该都蛮轻松的。我觉得看到他的直播，他其实是蛮亲切很接地气的一个人，他这种特质会让我喜欢他。急冲浪气垫哦，那两岁到六岁的朋友则需大家的家长陪同。然后第四个，欢迎各位球迷在球赛正式开始前到运彩摊位注册会员，就可以参加我们台湾运彩神域